4岁的。吉隆坡甲洞大幼儿园庆祝儿童节活动上，校方颁奖给这一年全勤的学生，表扬孩子守时的好习惯。而在班丹应达大幼儿园，儿童节老师带着小朋友一起举办小型义卖。儿童节，哎，为什么有买东西的呢？这个义卖会是因为最近在我们的槟城发生了水灾，我们想让孩子透过制作一些小糕点、小早餐，然后去募款募父母亲的爱心，然后也让孩子也为这些灾民付出一些小小的力量。妈咪要这个两碗放在里面。这个义卖会可以带给孩子一份很特别的一个意义啦，就是知道有灾难的人就要伸出我们的援手，在我们有能力的时候就要去帮助有苦难的人咯。响应为槟城水灾筹款活动，孩子将平日存下的竹筒捐出来。你们可以把你们盖打开。潜移默化的教育孩子们付出中学习感恩，让儿童节更具意义。台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。